一般呢，我们乒乓球的双打是分为前后站位的。那么后面这种，比如说像帅帅这种动作幅度相对较大的、发力比较好的、赢前和步法都够的，就让他站后面。是的。一般女孩子跟男孩子比的话，还是女孩子站前面好一点。那么李老师，你站好。你反手打完往这儿走。然后如果对方给你中间，比如说他给你中间了这板球，你如果用反手接，你用反手接一下。用反手接，对，这样接右脚，对，对，这样打完之后，马上往侧后方跑，对，明白吧？你用正手打完，你往哪儿跑？中间球用正手打完，往哪跑？哎，对了，根据你重心结束那个地，结束的那个点往哪儿跑？然后再走。那你这个球呢？往哪儿跑？这球打完那正手，对，别往这儿跑。那能跑过去吗？来不及的、如果角度太大的话，你打完了以后你得这么让开，对，然后再回来，正手位就得往正手跑了，对对，来我再来一遍，反手位往哪儿跑？这边，正手位往哪儿跑？那边，中路位往这边。正手位就往那边，反手位就往这边。对，对记住了。然后后面那位球友呢，在打的时候，一定是一边打，注意不要掉位。如果前一板球对方一板爆冲，那你人一定要往前上，因为对方是防守状态。是的，是的。如果对方很轻的话，其实你站在中间去进攻反拉，这都可以。对。但是如果你前一个人进攻了，你这球一定要注意往前去补位。补位对，不然的话就会漏球或者掉球，就发不上力了。来，我们看一下。李老师试一下啊，别怕，对，让开，你打完之后你不能，对啊，你再来，再来回来，你得快点，球灵敏一点啊，来，走，对，走，然后你又看又卖单了，该回来了，哪儿卖单来？那个李海哥给我发，李老师你在旁边看，你在这儿看啊，请我们看一下这步法，现在咱们普遍打完双打是这样的，你看打完，然后半天。对，然后帅帅打，下一把，然后又愣在那儿，然后就那放在那，对，就会够不着，来不及了，来不及了，那不行。他这板球这个时间差是什么？我给大家讲讲啊。你看，我俩先慢点，好，你就两个这个，两个这个啊。你看，打完，你这一下不能停，要迅速进行还原。他一出手，你看，回来，看到没？你再来，帅帅再拉。他刚出完手你就得往回跳了，这样的话你就能衔接上。你不能等他拉完，比如说他拉完这就愣了，就谁也来不及。是的，在他出手这一下，球弧线已经出去的时候，人马上回到球台中间去补位下一板，不然你的衔接就是愣住的。经常有双打打的这样，对，这样就是这个环节出问题了。对，所以你看我给你快一点衔接一下啊，就刚才这球你正常发。他就可以衔接上了，球们，来开始吧，快动快动，哎，对，李老师，对，动动，好，好一点，动动动，对，好，动，这儿停一下啊，前面动得很好，李老师，你一定不能晃你的对手，就我打个比方，就这球我打完。千万不要有多余动作，打完如果你感觉这球来不及了，马上身体让一下，这都可以，但是你不能来回晃，你不能是我看一下，哎，他上没上，完我再看我对手干啥，对对对，不能看，打完就走，对，啥也别想，就这一板，对，打完就不打了，对，对，快动快动，对，对，对，正手往正手跑，再来。球友们要想配好这步伐，你一定得练好。是的，练不好可就完了。步伐太重要了，这个双掌。再来，再来，走，走，往正面跑。对，回来，对，回去，正手，对，反手。你别晃，别晃，发球别晃。来，我给他们发，他发太晃，他都。来，李老师。对，往左跑，对，回来，往左，对了，来正手位，往正手跑，对，赶紧回来，用正手，再往正手跑，对，赶紧正手，对，很好，反手，对了，李老师很好，基本就是、好多了，好多了，非常好，非常好。那比如说你跟帅帅搭档，那我肯定把你放前面去，对，因为你打中台，你无谓失误会更多，所以你的现在这种水平，我们就可以驾驭近台的球。比如说我们一般双打很容易出现一个相对强一点的配，因为双打单位比赛一般都是一号配三号或者二号配三号，那么弱一点的球友呢，就是
不比较基础的球友尽量打近台、嗯、因为动作结构小它容易出错的概率小、嗯、相对水平高一点的尽量打中台主要以赢钱为主。李老师你再跑一组、嗯、啊你现在就是反手位还行正手位跑完还是麦单还犹豫正手位打完之后到这儿你总看他、嗯、你别看他不用看我你就你看我给你演示一下、嗯、你在这儿看李老师球友们打完你的对你不要让你看你的对手看他没用就看前面对你比如说你看你现在是这样然后你这样看他、啊、你发、啊、然后等你再回来就已经来不及了、嗯、你要怎么打你看你给我俩发快点 啊来就你就把你自己这版围好就行接下来就是你要你就是什么呢打完快速还原让位让出位置给你的对手给我这样的话他就会不会很匆忙、嗯、如果你停顿球来了再给他他的准备时间就太少了是的